肯定要再做第四次，因为它左侧的乳腺有病变，但是结果还没把它切掉，因为它距离比较远，都切掉了，都放了，还挺大放下。小姐，嗯，我天哪，我看这个昨天和的今天有点变化了，这肿瘤。你昨天说医生说的，今天只要有破皮儿，然后你过去去切除。是破了吗？破了，小张，我看一下。怪不得他今天状态不太好。破了，又来一个。那咱走吧，小张，嗯，我刚才赶紧带他去检查一下。嗯，小张，走，带你走。昨天还好好的，然后今天一夜，然后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。给他喂饭的时候发现了。给切了。他这个是怎么会就感觉就是变化怎么那么大呢？就是瞬息万变，像昨天还好的，今天就瞬间就破了，是因为什么？他磨破了，磨破了，肯定会有点口子越来越大，那倒没事。嗯。手术的总体价格大概是多少？这样，嗯，好，没事哈，不用担心。如果说没什么大的异常的话，嗯。如果说术后咱们住院十天，吊水的话大概3到5天吧，2000到2500左右，2500左右，2500左右，就不做那么近啊，这些都能做。行，体检还是需要做吗？不做。好。上来，再上一个卷，上两个卷，再上一个。哎，好巧妙。太巧妙了，然后小的2个小时之后才能去做手术，然后咱正好趁这个时间，赶紧给大夫去打那个，这样的话还能忙得过来。嗯，好，走。再给揉两下子，这就走哈，行不行，大夫？因为我们家离得比较远，在菜庄那边，我们能不能把接下来几天的一个药一起给买了，在家里也给打？对，还是有点远。你想看几天吧？先拿3天，咱们说的是3天，我看他情况，如果是情况还有点感冒之类的，我再过来。这个地方我会从这个地方切，把这个位置拉长一点。对，这边这边注意切，这样的话紧上去以后就没有了。然后现在就这一侧，如果以后再有的话，我们就从这里。如果有啊，从这里，再切完了这部分还是多少？这部分就不会再长，但前面还有路线，可能会再。要不然到时候从头切到尾。我又想到了，
你看像小哥那铁院长是这样说，那咱们以后他可能他的小哥的一个伤可能还没好，可能还是会复发，包括之前这个现在做的这个可能十天半个月他可能还是会复发，但复发的话这样来来回回的折腾，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，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也是一个事。是的，挺臭的。你说小德那么忠心耿耿陪老爷爷一辈子，对呀，晚年生活，本身年龄现在就是比较大了，本来应该去安安稳稳的去享一下福嘛，但是现在你看看，一遭又一遭，现在就包括现在做完这场手术，我感觉回想一下，他这个可能院长说的十天半个月，或者是最迟的有可能还是会复发。哎呦，咱们这个绝育势在必行了。嗯，如果说小德的这种没有绝育引发的疾病，再放在咱们学校其他狗狗身上，太沉重了。我天哪，心疼死我了！你干嘛嘞？你别切，别切！你醒醒，不让切，不让切！醒醒，醒醒就行。嗯，你又来一下了，你好。好了，行了，休息休息吧。现在肿瘤已经切了，咱们要加油，知道吧？不光是我们，还有你，咱们都需要加油。再去找一下院长，问一下情况，嗯、然后还有咱们的那几只小毛孩子。好。嗯，那休息睡觉吧，行吗？到奔门抽腹水了。小的本身年龄也比较大，现在也是说第三次上手术台了，与病魔做抗争。但是现在我是在想，因为他年龄大，咱们再检查一下，可能随时会复发。那这样的情况，嗯，咱们去吃药的话是有可能去抑制，是吧？吃药的话，它这个。因为它属于乳腺瘤嘛，嗯，吃药的话是化疗的药物，嗯，可以杀肿瘤细胞，但是也可以损伤健康的细胞。它是一般是小病剂，对。损伤健康的细胞的话，有的时候吧，都伤的少。那这种状态，你看小哥他这，他可能说十天，宝宝还没长好嘞，可能又会出现有个心房。像他这种情况是建议吃还是不建议？从我的角度是不建议吃。他那个的话，他肯定要再做第四次，因为他左侧的乳腺有病变，但是尽管他没办法把它切掉，因为他距离比较远，都觉得他都放了，他肿胀放不下。你看他又想找他玩儿。